大家好，我是韩国365MC 医院的市长민민市长，원장님소개부탁드립아，니다。大家好，저는36MC에서수술원장을맡고있는안지현입니다。安宰贤院长，然后是我们医院的代表院长，짜잔。然后我简单的去说一下我们医院的介绍吧，因为很多宝宝们还是不了解我们医院。就像我们医院是韩国最大的专科医院，也就是只针对于脂肪和身形肥胖来做手术的一个医院。就像我们医院，慢点，나와요? 지금부터 다시. 다시 해도 돼요? NG. 다시 하겠습니다. 짜잔! 大家好，我是韩国365MC 的市长민민市长，원장님소개부네,탁드립니大家다。好，저는안재현입니다。36MC 병원수술원장을맡고있습니다。这位是我们365MC 的代表院长安宰贤院长，现在是在仁川分店的一个是专门的负责院长，然后大家请支持。然后对于我们365MC 还有很多宝宝还是不是很认识我们医院，就像我们医院是在韩国，也是在首尔，是最大的专科医院，只针对于肥胖啊、身形啊、脂肪来做手术。就像我们医院已经有16年的历史，在韩国已经有4家大学型的医院，分布在大田、首尔、釜山，还有这次新开的仁川院，也就是我们安宰贤院长，네，인차。担任的院长，担任代表院长的医院仁川。还有我们医院是专门做脂肪的医院嘛，所以呢，我们一个月就有2000多台的手术。인천공항에서가까워요.